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去美国，苏小马，我喜欢你。既然你已经决定满血复活投入战斗了，那新的战场，我可不可以是主角？ 就是小幸福的创始人，任千秋。任千秋，有何指教？你既然承认了你是这款软件的真正创始人，也就是说，你的一言一行都是要承担责任的。是，也包括法律责任。当然，但我也提醒你，你的一言一行。 同样承担着法律责任。你能证明代码是你的程序员写的吗？当然，我们从来没有找过外包公司。不，你证明不了。相反，我能证明，代码是我们写的。